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我在拍啊。是啊，对啊。还有什么爽？当然。为什么？来，罗一讲。没给钱啊。他又不是拍他，你就是拍全部哎。他知道了。你就急掰。因为他知道我在前面拿相机出来。那你就急掰了。知道位置，他会帮你装。太强了，太近了啦。那你要打，轻轻的削到上面就好了。你还没拉，你还没拉，你还没拉拉。太低了。Thank you. 对，小心不要打翻，好，关掉。Thank you.